场的七位选手也将分享他们的心情故事，用歌声唱出记忆中难以抹灭的伤痛。天真好动的小时候，比赛以来遇到很多朋友都是离开家里，然后到都市，然后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努力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朝着自己梦想前进，然后遇到困难就是不要放弃，希望我们都可以抱着我们自己的理想回家跟家人分享。时候他会再带我回家。因为一场大远空难，然后他们就是整家人一起罹难，对，全家人一起。我会觉得说世事真的非常的无常，一定要很珍惜身边就是爱你的人，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天就会发生这些事情，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一个人来台北比赛嘛，然后就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，想找人陪我就是聊聊天啊，都找不到。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晚间10点准时。